那么接下来就是 Rubaiyat M7 啦，它在这个系列里面呢是有最软的表面，然后它适合比较控制型的，还有旋转的，比较适合打防守，它可以防守它有很好的感觉，然后再加上你拉高调转出也是蛮不错的一片胶皮的。在旋转方面，软的表面可以让发球和接球更转，它很适合下旋和上旋球，近台有很好的效果。在速度方面 ，M3 有很好的速度，可以防球也可以回球，它可以保持回球的速度和力量。在控制方面 ，M3 拥有最好的控制手感，它适合喜欢控制回球落点和位置的球员。Rubaiyat M3 呢比较容易控制球，防守之间都有不错的感觉，再加上如果你搓防之类的来回都有很好的感觉。